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要带大家来探索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创新理念及永续多元发展，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博士、三位主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要带大家来探索自然与科技和谐共存的美好未来。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经营管理组的主任徐凤仪徐博士。小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任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研究典藏组的主任施同伟施博士。小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施博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产学交流组的主任陈立曙陈博士。小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立曙博士好。说到创新哦，海科馆真的有非常多的创举，包括了幼儿园进驻到海科馆，另外还有一艘有玻璃船底的研究船，当然也包括了各式各样很有特色的动静态展演，而最新热腾腾出炉的就是我们海科乐龄学习中心八月即将要开课，要带大家来先看看哦，就是海科馆在祖孙共荣与结合永续发展上面的一个创举。先来看看我们时装穿梭魔法服装秀。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与环境部共同办理的时光穿梭魔法服装秀《海洋很时尚》，以绿色衣橱的概念展现近邻绿生活。我们永续的概念，旧衣改造，然后或者是把一些生活上不需要的废弃物能够去做一个整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如何跟海科馆去推动永续，结合绿色衣橱以及把一些环境落实在社区上的推广。那我们也透过祖孙节，我觉得其实爷爷奶奶们可以很开心跟自己的孙子能够一起参与活动。以创意发想赋予旧衣物新生命，服装设计再创近两个月，以祖孙走秀的方式串起祖孙情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有很多我们旧爱心欢组是用我们的二手衣去做我们这个造型的衣服，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款式，然后展现出来。觉得很开心，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跟其他姨妈一起参加，很开心。我觉得今天这个走秀还不错，就是表现孩子的一些自信。您看到我这一身衣服呢，其实我们学校一个非常棒的蓝染老师，他们呢在学校呢就制作了这一身很美丽的衣服。那为了要让这个活动更为增色，所以我亲自下场来介绍这一套衣服。共创改造后的衣服带有浓浓的日式风与具有时尚潮流的活力，把环境的保护这样的议题跟我们的祖父母节的这议题整个结合在一起，用回收的一些衣物，然后重新在设计之后就变成一个很时尚的一个时装。现场座无虚席，民众被博物馆的一场秀深深感动。我觉得海科馆能够融入地方，融入社区，让我们更认识海科馆，而可以跟海科馆结合在一起，非常高兴。希望海科馆能够继续的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走秀活动中还有设计师组，由三位参加国际超模等大赛的听障者参与走秀，让观赏者感受到海洋元素相融的设计和对话。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哦，像这样的活动就不断的延续到现在的乐龄学习中心即将开课，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徐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乐龄中心的诞生。谢谢小军哦。那我想那个海科馆作为一个终身教育的一个学习场域，我们其实是希望成为一个全民的博物馆，也是一个全龄化的博物馆。那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在110年刚有提到，我们成立了一个博物馆第一座的那个非盈利幼儿园。那在这个幼儿园已经三年了，历经这三年里面，我们推出很多的一个课程。那这个幼儿园也受到家长的肯定，以及抽签率非常低。那继而我们是这个是部分是上把海洋教育往下扎根。那当然全龄化的博物馆其实还不能少于高龄这一块。所以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提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全龄那个叫乐龄学习中心计划。其实真的很感谢教育部跟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支持，我们这个计划大概4月份提出去，然后在7月份就核定，一般没有这么快，但是也真的是因为教育部的一个支持。那为什么说我们会成立一个这样的乐龄中心呢？主要是呢，大家知道中正区的人口有5万多人，
但55岁以上占了39%，将近有19000，将近20000人。那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了21.5%，大概有10000人。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统计数据可以知道，其实在中正区的部分人口其实慢慢在逐渐老化。那海科馆作为一个博物馆，在这个在坐落在这个中正区八斗子半岛，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运用我们博物馆的资源，能够提供给在地的一些居民，尤其是高龄的长者，如果他们愿意学习，愿意走出来，能够好好的利用我们博物馆的资源，然后把他这方面的一些学习，我们规划一些很非常有特色的课程，希望他们利用这些课程能够走出家庭，然后重新投入于社会，让这个不再跟这个社会脱节。我想大家都知道，目前国人我们整个一个到死卧病都有7-8年的卧病期，那我们希望这个乐龄的学习中心能够缩短这些高龄者的这些卧病的期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活化他的活化脑袋，然后让他我们不再失智，然后也让他可以重拾那个应该是重拾他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才设立了这样的一个乐龄中心。那这个乐龄中心，我们从7月份核定之后，我们开始开课，8月份有开了我们的课。那目前开课的报名非常踊跃，所以大家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能够鼓励我们那个家里的年长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到我们的网站上报名参加我们这个乐龄学习中心。是真的，就是要开启银发族的第二人生，让人生的后半场非常的精彩。所以我知道有非常多很有趣的课程内容，完全颠覆大家的想象。对，没有错。我想哈，我们承办人非常用心，因为应该说，既然博物馆要办这个乐龄学习中心，一定要。跟一般的乐龄中心做一些区别，所以呢，我们在课程设计上面，除了遵循教育部所规范乐龄中心所需要的一些核心课程之外，我们还加入了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课程。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手上这边的海肺的乐器，那这个就是我们推出第一个，就是我们叫海肺制作班，海肺乐器制作班。那这个课程呢，其实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林玉生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他是自己在玩乐器，但是他自己会制作乐器。那因为他从制作乐器当中，他可以教导我们怎么利用我们的海肺。大家可以从这边看到，这边都是利用浮球，这个都是大小不一的浮球，还有薄跟扁的不同的浮球。然后呢，可以打一下，声音不一样。你可以看到，它浮球的大小跟上面这个表层的厚度，其实会影响它发音，所以声音的清脆其实会不一样。另外，这个也是捡拾的海肺，然后这是木头，然后另外，我刚还在问我们同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叫江浙鱼，它是其实是一个。他们说浮标嘛，也不算浮标，就是一个利用这个，然后做成沙林。其实它就是利用我们捡拾的一些海肺的物件，或者有，然后经过它的一些巧思，把它变成是一个乐器。那这个是我们特别开的这样一个班。那我们希望我们学员能够来学习这些技术之后，其实你的成品可以带回去，这是一个班。那另外呢，跟这个乐器有关的，就是我们的乐团，我们叫做那个有够轻盈海肺乐团。那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长者其实都没有玩过乐团，也不晓得乐，也可能从来也没有学过音乐。那因为大家以往都对于好像感觉乐器其实都是比较贵的东西，所以可能一方面忙于家庭事业，可能没有时间学。那在这个好不容易退休的年龄，我们希望开这样的一个乐团，让我们所有的长者能够来玩乐团玩看看。那另外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应该说玩音乐不贵，像这种敲击乐的，其实都可以去应该唤醒自己心里面的那个韵律感。所以呢，我们开了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当然，这个课程里面你不需要任何的学乐理知识，它只是希望你能够来这边轻松学，然后开心玩，然后从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学员一起互动，可以跟老师互动。那这是第二个课程。那第三个课程呢，叫做活化历史乐龄实忆，然后就是爷奶说故事班。那这个班呢，主要是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尤其是长者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他其实是有很多的人生经验，
然后很多的人生故事是可以跟传承下来的。那我们这个班这个班级我们特别邀请跟果陀剧团合作，他的一个王牌老师叫那个蔡英如老师。那蔡英如老师他其实在这个业界非常有名，他曾经获得了那个国家文艺基金会的一个创作奖助，然后另外呢，他在果陀剧团里面，他从事的整个剧团的一个导引，然后让大家说故事，然后呢，从一些人生经验里面去转化成一个故事性，他其实在这方面的教学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我们希望是透过这个跟这个老师的合作，能够把我们那个这些长者们他们自己可能生活的片段或是一些过往的经验能够浓结，然后变成是一个人生故事，然后透过故事说故事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说给自己，说给那个小孩听，或说给观众听都可以。我觉得这个班等于这个的活动等于是让自己爷爷奶奶说自己的故事。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手机日常的一个拍乐活拍照班。这个班呢，我们从七月份开课，短短几天其实就秒杀，已经额满了。其实应该是说我们一些长者其实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利用手机或使用手机，但因为手机又是现在沟通不管是跟晚辈或是跟朋友间的沟通很好的工具，所以呢我们呢开了这个班，我们是要教我们所有的乐龄长者怎么使用手机，怎么利用手机上面的功能，怎么拍照。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非常喜欢拍照，尤其是你跟你的孙子那个沟通，他其实拍个照他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沟通模式。所以呢我们希望开这班能够让所有的长者可以从透过手机，然后慢慢的可以跟你的另外下一代做良好的沟通。所以呢开了这样的课，那也欢迎同朋友能够来报名。那这是第四个课程。另外第五个课程呢就是记忆典藏心理剪影。那这个课程是由我们馆内的那个留日的施同伟博士他所开的。因为自从他办了我们花池历史的这一个特展之后，他其实是对于心灵上的一个沟通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所以他开了这个班。那因为这个班是由他开设的，所以我们就让他来说明一下我们这课程的一个特色。好，师伯。好，那个这个课程是蛮特别的。其实这个课程的发明者并不是我，只不过因为我们针对所谓永续的议题，跟日本办了一个特展之后呢，我发现原来在这个特展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诠释跟发想过程里面，它其实是结合了当然纸张还有所谓的科学永续甚至是教育理念跟哲学的一门非常有趣的一个展示。那它当然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像当代艺术的元素，第一次在博物馆里面做特展的一个展示，但实际上呢它有两门课程呢其实是蛮符合所谓的乐龄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英法族来学习的。那在我的前面我们展示了一个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就是所谓的心灵剪纸这个纸雕艺术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呢在我们课程的内容里面呢，你可以从剪纸的过程里面它是跳脱我们传统的中国剪纸的那种方式来做这个作品的一个呈现。所以其实有没有艺术细胞应该不是这一次课程里面的重点，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张纸张，跟纸张做朋友。那其实有一个秘诀这个心法呢说出来其实是很简单，就像刚刚我们的凤仪主任他讲到的手机怎么样去做一些沟通或者是一个影像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呢帮用手机帮家人拍照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照片中的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家人看起来最自然最漂亮。哇，所以这真的就是他剪纸的魅力跟艺术。是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在所谓的这个人物他怎么样是最自然最漂亮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心情最好的时候。所以其实这个心灵剪纸的这个课程是怎么样跟纸做朋友，然后让纸他的心情处在最好的状态下，自然他的姿态就最优美。想来上这个课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门课
好，那那个我们的一个报名的官网呢，刚刚我们凤仪主任都已经有介绍了，那可以来参加。那其实这个课呢，就我们在跟在这个暑假，我们积极在推这个课，因为我们有做艺术教育课程，很多艺术教育的老师都非常的惊讶，而且呢，在整个民众还有很多家庭，它是亲子的活动里面呢，也可以在剪纸的过程里面，父母亲跟小孩子之间有很多有趣充分的一个对话，非常有趣，那是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今天呢，我们在桌上摆的这个纸的作品呢，其实是我剪的，但事实上不是我的技术好，是我必须要了解怎么样让他的心情最好，才有办法表现出这个作品。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课程，欢迎大家报名。真的很有趣，就是要很开心的时候来进行剪纸，你的作品就会非常的愉快。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八月份的课程已经大概额满了，还有一些大家可以上网看。那九月份还有开很多不同的课程，比如说像环保平灯，然后比如说像节省艺术以及那个纸染艺术，那另外就是一些比较核心课程，比如说像律动的，还有简易的英文绘画。那当然我们既然是我们博物馆开的那个乐龄中心，其实一定要跟我们博物馆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是要相关，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叫乐龄科学家，所以也有我们的研究人员推出了一系列跟海洋科学科技有关相关的一个课程，但这些课程都非常浅显，所以不用担心觉得长者没办法吸收，但这就从游戏当中去了解这些知识性的一些课程，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上我们的网站，然后呢欢迎大家来报名。对，真的就是海洋乐龄科学家，其中有一门课是海洋生物脸谱乐游趣，很有趣哦。我们要请地鼠博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海洋那个脸谱乐游趣是不是？对对，那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海洋生物，然后我们一直认为说我们很认识它，可是真的把它的眼睛、它的嘴巴、它的鳍，把它拆开来之后，再把它重组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发现，奇怪，那到底鱼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它到底要贴在哪？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所以海科馆就透过我们把大家常见的一些生物，像赤河豚啊，还有像狮子鱼啊，还有一些像石斑鱼啊，或是鲨鱼等等的这些生物，然后透过我们在重组它们的眼睛、嘴巴还有鳍的过程，然后重新再认识这个生物，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你当你开始切的时候，才会开始注意到，原来眼睛应该这样长，原来嘴巴在这里，原来狮子鱼上面有两个触角，这样。是，而且海科馆它其实推出非常多有趣的活动，其中有一项很亮眼的就是珊瑚保育部分，要不要请丽淑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推广的这一个体验课程？当然。海科馆它在之前我们有曾跟台达电基金会那边我们有合作成立一个珊瑚的保种中心。那为什么在基隆会设这样的一个保种中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像今年我们很担心水温，然后的确我们北部珊瑚也开始白化。那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次的那个大白化，可是在那一次的就是2020年那次的大白化，然后南部有很多珊瑚在那时候就阵亡了，可是北部很特别，就是到最后我们大部分的珊瑚都回来了，所以北部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还是认为在未来当我们要抢救珊瑚做珊瑚护育的时候，它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除了说我们有研究人员，然后我们在保种中心里面去种一些珊瑚之外，然后我们就会有设计一些体验的课程，那就是在台达电他们的资助底下，那我们欢迎就是一些学校团体，你们可以来看我们这样一个案子，然后来参加，然后透过你们实际上去种珊瑚的时候更了解这个珊瑚它是怎么样进行护育，当然也期待你种了那个珊瑚未来海科馆把它移到海里面去的时候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是真的很有趣，我参加过，他们还要在底座写上你自己的名字，是不是下次找还可以找得到，对不对？大家就可以去浮潜看看你种的珊瑚。那这里是海科馆一个创新的一个做法，就是潮境的珊瑚保种中心。那另外还有一个真的很创新哦，因为创新中心即将要成立，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师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这个创新中心它从室内到户外如何突破这个博物馆的界限。好，谢谢小君。其实我们博物馆它在八斗子落脚以后，其实它这个区域就非常的特别。那很多人问我，包括基隆的民众，因为基隆的民众如果是比较算资深公民的话，大概就知道八斗子地区它环境的一个变化。那他们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是说，一个以标榜所谓的永续海洋为一个建馆愿景的一个国家级博物馆，怎么会建设在一个好像这个垃圾山，对，都是在破坏海洋环境的一个基地里面。所以其实因为它落脚在这里的关系，所以让它从以前开始在经营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就让它有很多措施是有别于其他的博物馆的。好，譬如说我们博物馆的展示教育研究收藏，就因为不是有围墙的博物馆，跟大家是融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博物馆核心价值呢，除了我们在我们的馆区的建筑物里面去做发挥以外，其实馆外的所有的馆区的设施还有天然资源都是我博物馆的常设展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很多室内跟户外的展示或教育活动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是很少会有博物馆会有这种环境条件，那也是基于我们基隆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特性跟所谓的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承，才会让它有这种创新的做法。所以呢，我在这张图呢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区域但很多的一个新生的那个基隆市民可能还不晓得说，哎，这个八斗子的过去。那我们博物馆呢，就让所谓的，应该是说全国的第一个潮间带的垃圾掩埋场，让它变成是潮境公园跟富裕公园。现在我们都统称它为潮境富裕公园，让它变成是每年破百万的人潮在这个垃圾山上面玩耍的一个博物馆，这也是非常的创新。那另外一个水肥处理厂的部分呢？我们因为很关心这一个环境的一个永续的议题，所以成立了工作站水肥处理厂，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站，在这边，在这边，工作站这里，这是我们的水肥处理厂，那现在我们成立了工作站以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水质监测中心，在长期追踪不管是来自于垃圾山的一个垃圾渗水，那对海洋生物长期来讲有没有影响，或者是甚至对我们的居民有没有影响，这个是在长期追踪的一个关心的一个作业的项目。那现在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件我目前经过20年的观测的结果，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还，虽然说我们可能是坏事做尽，但是老天爷好像还没有放弃我们，所以目前是个好消息。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去开始做我们的生物的繁养殖还有生态修复的作业，所以像这种做法其实都是一种很创新的做法，那这个是基于我们有这种环境条件的关系。那因此呢，其实我们在博物馆在做教育推广活动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这块地一个其实看起来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会被拿来做垃圾掩埋场或者是水肥处理厂的处理，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了，只不过说可能在做这种处置或选择的时候，当然要找一个对民众冲击力比较小的地方来做，才会选择是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但是来做了这个比较大家不喜欢的闲物设施。因此呢，我们在博物馆在一个永续的议题上，怎么样让这个地方呢变成是大家所喜欢而且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活动的场域，其实我们博物馆做了相当多的一个努力。除了在建馆过程里面我们把环境改善了，这个环境都是它是一个开放的馆区，所以也我们博物馆也是当地民众的一个邻居，让环境变得很漂亮以外呢，我们也在想回顾我们的历史，以前这个区域曾经也是有产煤矿的地方，那当然煤矿没有的话，这个煤矿的城市城镇就没落，那曾经也是渔获很好的地方，但是渔业资源一直每况愈下的话，其实也面临着渔村老化的问题。因此呢，在这个有限的资源
如果没有资源，我们的社会就没办法发展。所以我们在考虑了这个我们这个区域的一个资源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出永续的一个跟永续跟资源互动，它是一个永续关系的存在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区域就可以适合我们生存，但是我们的资源也不会匮乏。那当然其中一个做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区域的渔村它以前是靠卖渔获而谋生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多一种看资源或享受这个天然资源也可以谋生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为这个区域发展出一个永续的一个产业，那我们这个区域就可以永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博物馆呢，它就在国发会的一个支持之下呢，我们就想说传统的一个望海巷这个小小的一个海湾，如果它是以论斤称两的一个渔获价值，我们可以让它多了一些其他的价值譬如说看鱼也可以谋生，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大家喜欢来潜水，那很多游客在这边劳动的时候其实就为地方带来很多发展的可能譬如或者是说好山好水，因为现在工作压力都非常大，那我们的好山好水让大家到博物馆这边来也可以放松心情或是来旅游，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一项发展这个永续产业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地方可以长长久久的下去。这都是我们博物馆基于所谓的终身教育的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永续的理念，怎么样邀请大家共同在这个舞台上投入这个不是我博物馆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是邀请各行各业都来做这个事情不管你是企业或是当地的居民都可以因此呢，在这个传统的一个场域里面呢，我们就想说如果这个海域它就像圣经里面的那一艘方舟一样，对不对？它是一个延续生命承载，这个生命当然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存，也包括海洋生物的生存，包括环境的永续。所以我们有一个叫方舟，对，我们有一个在国发会的计划里面，我们写了一个朝进方舟计划的一个概念去陈述。所以我们是希望是说，在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有限的资源里面，怎么样让资源不要不见？那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的生存。那我们在这个海域里面，可能就有大家无限的想象的可能，譬如说，我们看风景，观察我们的生态环境，也可以成为博物馆的课程，它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海洋环境的展现。我们就有所谓的朝进方舟的计划。那另外一个，或者是说，可以来潜水，当然就是潜水教练的业者跟我们的渔民合作，他可以跟渔乐渔船合作，然后把大家的生活呢从陆地上，然后延伸到海上去，那是不是也可以是一种永续的经营方式？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学交流组，他们去努力照顾生物，然后把生物拿来做生态修复或放流，比如说把生物在珊瑚再种回去，那是不是这个场域呢？它的生态丰富以外，会吸引更多人来做这些水域活动？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带来人潮？然后不管是在陆地上享受海洋生活，或者在水里面享受那个另外一种海上的一个生活，那这样子的话，让我们区域保持一定的吸引度，那这个资源就成为是不是只有论斤称两的一种价值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保有我们的一个我们这个当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发展，或者是我们的环境的一个保护都可以兼得，那是不是可以朝这个方面去做？那我们会把这些过程呢，都成为我们博物馆展示、教育或是研究所上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海科馆跟其他博物馆在经营，所以对于特别是对永续议题，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是跳脱很多博物馆，其他博物馆不同的一个做法跟想法，所以其实也是蛮创新的作为了。对，所以因此呢，真的很创新。对，因此呢，我们在怎么样结合更多的资源，能够投入到这个海湾的一个监测或修复或富裕上面。刚刚我们产学交流组的陈立淑成博士，他有努力在做所谓企业的一个方案。那个我们在政府的部门里面，譬如说我们跟国海院，也跟我们的基隆市政府，针对这个海湾，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监测，生态监测。也我们在海底里面也放了很多的摄影机，把真实的这个海底的状况，不用去浮潜就可以，不用浮潜也看得到，浮潜看到更真实，不用去浮潜也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潮境海洋中心或者是在我们的主力馆的沉浸厅，或者是未来在我们的创新研发中心的
里面也都可以看到这些真实的海底的一个影像。好，那大家可以了解是说，哎，在产业发展的一个同时，那我们对于海底的生态环境是不是一样可以守护，然后保护这些资源？那它可以让资源生态可以永续的发展，那我们的一个地方的人类的社会的族群也可以永续的发展。其实博物馆在探索这个一个永续之路。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成立创新研发中心以后，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更多的的一个不管是企业界或是我们在地的民众，或是更多的国人呢，一起来参与怎么样长久的规划我们的一个国土的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利用方式。是，所以在创新跨域的部分，其实今年度的 MOU 真的跟很多的单位来签约。我们来看看海科馆跟气象署合作，而且也跟美国的气象中心也有合作嘛。是的，对，好，我们一块来看看。我们一起扛下未来的大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签订合作备忘录，将结合双方在海洋水文气象监测及预报研究的专业领域，透过资料交换及教育资源整合，促进海洋永续发展。是我们最近做了很多有关譬如说港湾里面的这个波流潮相关的资料，那当然这个配合，我想特别配合海科馆这边望海巷这边的这个海域生态的环境，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相关资料的整合。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期待能够透过这个海科馆这边的协助，能够把我们相关的气象的部分，不管是这个科技的相关的发展预测的这个能力或科技，或者相关的这个应用的层面，都能够去做很好的展示，让我们的全民对于海洋的这个科技、海洋的这个生态保育以及相关海洋资讯、海象资讯的相关的应用，都能够有更好的理解。这些数据我们未来也很希望能够跟国海院这边就是 NODAS 跟 GOSHIN 这边的数据能够做整个整合之后，那其实可以在我们海科馆科学厅有一个 SOS， 好，然后也有这个一些我们在讲数据的展现，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整合，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在讲 SOS 这一颗球上面的数据就有台湾的数据，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把它推动到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哦，原来台湾的这一个我们在讲海候跟气候的这样的天的一个数据也跟世界接轨。双方过去在地球科学展示系统等领域已经有合作的基础，双方的策略联盟更有利于海洋教育的推广及科普宣导，将研究成果活学活用，培养全民海洋永续的意识。这就是跨域合作，就是要推广我们的永续海洋。当然还有很多的单位也都在跟海科馆接洽合作。是的，那就像刚刚各位民众在影片里面看到的一个气象署他也会在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平台上面呢去提供他们监测的数据来做一个数值的模拟。那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生态环境，不管是不是受到人为或是天然的一个影响都可以成为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展示通过大家的一个合作。那当然在我们博物馆的创新研发中心呢，并不是研究典藏组的创新研发中心，不是，它其实是服我们博物馆整个部门的创新研发中心。那譬如说我们在绿建组这是我们公务组他们在所谓的永续的议题上面他们也一直在怎么样能够降低建筑物的维运成本，然后怎么样能够尽量能够节能减碳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所谓的公共机电部门呢，他们所做的一个努力。好，那另外在所谓的那个我们秘书室它的文创商品等等，他们的一个有趣的一个商品，如果开发的话，将来也会可以放在我们的创新研发中心里面去做展示。那所以说，不过那个民众来我们海科馆，到我们创新研发中心的话，都可以吸收到最永续或是最新的一个科技的技术，或是各个部门。包括我们的合作单位它的最新的一个成果都可以在这个创新研发中心里面来展示，并可以做学习那其实呢，在整个一个博物馆的常设展示，把真实的海底的一个资源呢的一个现象忠实的呈现在博物馆的常设展示里面，其实应该全世界很少，所以这是一直我们是博物馆很自豪的地方。也因为有这些各个单位的一个监测的努力，跟我们海底有摄影机的关系，所以也意外的拍出了很多不同团体对于环境保护议题
的一个关心跟误解。那其中在我们产学组他在一个分析影片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就产生很多有趣的事例出来以后，让大家都欣然微笑，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么多么有趣的一个影像呢，怎么样出现呢？那我们就请我们的陈立淑陈博士来为大家说明。立淑博士，其中有一个例子最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很特别哈，有很多那种大的那种桶状海绵，可是有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桶状海绵为什么缺一角？那以前最早我们都怀疑说，那一定是潜水者那个踢蛙桨没有踢好，然后把它踢掉一个角。结果有一次我们在录影带里面就看到说，哦，抓到了，昨天没有这个缺角，今天有。那结果我们回放那个录影带，发觉原来是有一只海龟。那当它转身的时候，它后脚刚好就去卡到那个海绵，就把海绵踢掉一角。然后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都讲说抓到现行犯应该要报警派出所来抓他，好可爱哦！所以就是其实，在监视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精彩瞬间。那当然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湾保育成果。那说到保育哦，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珊瑚哦。这个海科馆富裕珊瑚真的是很有名啊！我们来带大家看看各式各样的珊瑚，其中有的珊瑚呢，弄成食物会有很趣味的呈现出来，一块来看看猪肉珊瑚宝宝。这一大片有厚度，俗称叫海猪肉的花环肉质软珊瑚，放远一看，超像巨大的杏鲍菇。软软像杏鲍菇，它当它触手收起来的时候，又会像一块猪肉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就称之为它为海猪肉。另外，这被称为米粉的树针叶珊瑚，粗厚的触手摇曳时，就像在沸腾的锅中翻滚。能看它在水波摇摆，有没有像一个米粉这边摇来摇去，就像我们在烫米粉的时候。它虽然说是看起来软软，可是它下面还是有骨骼的结构。树针叶珊瑚在台湾的水族市场中是很常见的珊瑚种类，国际上的贸易量很高，算是水族界的人气王。还有海参界的漂亮宝贝海苹果正在觅食哦。这些以食物命名的有趣生物，在解说员的解说下变得好亲切、好有趣。还有，来看这从鼻子到尾巴被画上一条白线的，到底是什么鱼呢？我们一般小嘴看到呢，像泥墨或者像其他的呢，它都是以两条红色的柱子为主。然后这种呢，我们在分类上面给它属于取的名称叫做臭鼬家族。有没有看到它的这鼻端一直到尾巴有个白色，就像白鼻星的纹路一样？因为这里面呢，它没有海葵，所以小丑鱼呢也会找其他的珊瑚来做共生的一个相处，所以你看到它们会在珊瑚里面也做磨蹭的动作，也会照顾珊瑚。原来是粉红小丑鱼啊！潮境智能海洋馆近期喜事连连，继海苹果产卵后，一楼潮间俯视缸也有东方猩轰宝宝诞生喽！这是全台第一次在人为环境下繁殖成功的案例。轰鱼的青鱼呢，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大概养了2年多，然后开始陆陆续续的生产，一胎大概产下1到2只左右。它是算是一个小型的轰鱼，而且非常的可爱。它的成轰大概在盘径30到40公分左右，不像一般我们看到的大理石轰那么的大，可是它就是小巧可爱，而且它轰鱼的特征呢，都有陆陆续续的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它的雌雄的外表的那个性征，还有它著名的毒刺，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呢是公鱼，所以它呢有个很长的交尾鳍，对。再来认识海底世界的丑小鸭。它小时候呢是一圈一圈的蓝色的条纹，蓝白相间的条纹，乍看这样像大鱼的眼睛一样，这是它的保护。那等它慢慢长大的时候，黄白，然后底色是深黑色的条纹。我们常常说它小时候丑小鸭，长大变天鹅，就是盖世鱼的典型代表。它所以我们就又将它叫做变态，它小时候的形态跟长大不太一样。当它被你抓到的时候，它就用甩的，然后那个毒刺就那个它的刺就会刺到你，对，所以这是盖刺鱼的最重要的特征。为什么叫盖刺鱼？在潮境智能馆一楼俯视池，您来了还可以来走走怀上第二胎的母轰鱼，记得 no touch， 一起学习爱护海洋及海洋中的生物。这就可以看到我们海科馆在富裕方面很有成效。我们要请教立淑博士，其实还有很多很棒的一些活动要推荐给大家，像是一日饲育员。
对，那一日四亿元就是我们智能海洋馆很受欢迎的，每一次都是秒杀。那透过一日四亿元，然后来参加的民众都有机会体验到不同的生物，他们有喜欢吃的不同的食物，而且根据他们嘴巴的大小，那你准备食物的时候还要把它切成不同的大小，让不同的鱼，然后他们都可以吃到适当的食物。哦啊，当然你如果觉得说，哎，那我每次去想要增加一点海洋生物知识，有没有什么样的管道？那不用担心，在周末的时候海科馆也有这种我们讲的潮境小学堂，那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是免费的，都免费的 所以来参加参观的那个游客都欢迎，在时间到的时候你就记得那去登记，那你就可以来参加免费的课程。那每一次都会有我们不同的研究人员，然后讲不同的专题，那你就有机会认识更多我们智能馆里面的一个生物，是真的超有趣，大家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哦。而且还有一个永续海洋工作坊，对不对？对，那个更特别，就是说，当然也有很多游客跟我们反映啊，潮境小学堂虽然很有意思，可是每次都只有半个小时，好像觉得意犹未尽。那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系列叫做永续工作坊。那永续工作坊通常它的时间大概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所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课程。那譬如说我们最近就会有一个叫做鱼类标本的一个体验营，哇，直接做标本，对对对。那这个在八月的时候，然后它其实还有两个梯次哦，所以你如果前面没有参加到，那你后面想要参加的时候你就记得来参加。那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我们就是让民众就是更认识海洋生物，然后譬如在我们这个标本记录体验营里面的话，你还学会怎样去记录那个鱼类，帮它量体长啊，帮它把它鳍展开来，这个都是在这种永续工作工作坊里面可以得到的东西。是，真的就是要永续哦，而且还要把这样的教育理念向下扎根。所以海科馆其实也很创新，跟很多单位合作嘛，其中有一个就是很特别哦，他们推出了 OSS 的那个素养教材，然后向下扎根到国小去进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段哦，基隆市政府跟海科馆就是合作，从基隆出发接轨国际的 OSS 素养教材。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研发的 OSS 海洋素养系统课程获海委会授权在台湾推行，想要感受海底压力，把手伸进来，这是压力，然后我就完全不能动，我拔都拔不出来。探索不同海洋区域的特征，学生从实验中学习光、压力、温度和盐度。它这个是加了三匙的盐巴跟六颗的冰块，然后它就是要测这个这样子的海水呢能够到几度？9.9度。另外还有理解人类生活对海洋的影响及保护海洋的重要性。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一起观课，加入学生们的小组讨论，感受海洋素养教育的落实。有一组同学他们在研究鲑鱼，他们要观察的是鲑鱼，然后看到一张照片，我们就问说，我跟副市长就问说，你看到了什么？他说鲑鱼很可怜。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很可怜？过度捕捞。对，他说因为鲑鱼被过度捕捞。你想想看，国民小学五年级的同学，当他借由这套课程，他会说出我们在海洋生物上被过度捕捞这四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大人就很感动了，因为他就知道那是不能做的行为，那是人类伤害海洋的行为。那当他在这么年纪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信念进入他们的脑海，然后是经由这么样的一个启发性的主动的实验的过程去建立这样的信念的话，我相信他的一生他会热爱海洋，他知道会要保护海洋。所以我们鼓励各县市政府跟基隆市政府一样重视这个计划的推广。那我的责任就是去找更多的资源，希望能够在国家的预算当中能够切进来更多的国家的资源来推广这一套非常启发性的海洋素养的教材。
海委会2024年启动补助县市政府推广海洋素养典范教材计划，从台湾头开始，共同推动 OSS 教材，由国海院召集海科馆、海生馆与伯克莱加州大学劳伦斯科学馆专家共同组成 OSS 海洋素养台湾队，期望透过系统化课程，带给学生不同的海洋科学体验。让我们一起打造海洋素养典范国家。所以这个教养的素材向下扎根，就是让我们的海洋，我们这个台湾海岛国家有很好的未来发展。我们要请教栗树博士。对，那这一套素养海洋素养教学的教材是非常特别哦，因为现在讯息万变，那我们学校教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我们的孩子用得到用不到。那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他的能力。好，那这套教材就是完全就是从孩子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这种素养的一个养成，一个很好的教材。那基隆它不只是台湾头，那在这一个教材的推动上面，也是第一个由辅导团，然后去把它全部都把它，怎么讲，就把它演练过一遍哈。那未来就是期待在我们基隆有更多的学校，然后更多的学生真的可以体验这个教材的一个好处。那未来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一个素养哈，在面对未来的环境，他们大家都更有能力去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是，就是从教育到实践一起来打造水域安全的一些相关知识。当然其中你要玩水安全真的很重要，所以水域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海科馆在这方面也推动了非常多的活动，就是要带大家好好的来认识亲海爱海。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童伟博士。各位观众，其实在夏季的时分，博物馆都会办理无动力的水域活动的安全训练或者是体验。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在办理安全活动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当然根据不同的一个年龄还有不同的一个任务会有不同的课程。那有关亲子的课程呢，当然就是话体验我们的独木舟跟立桨。那这个部分呢还包括了浮潜来观察我们的生态环境，比如说大家现在最关心的珊瑚好像开始白化了，但是会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其实在我们的浮潜过程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底下的一个石头怎么这边白了一块那边白了一块。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由我们产学交流组他来主办这一个跟外面的教练潜水教就是独木舟业者呢的教练来办这个活动。那另外有关安全水域活动，我们也在部里面的一个指导跟支持下呢，我们会办理所谓的气瓶潜水的水域安全活动。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跟我们博物馆合作多年的一些潜水教练们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新的一个学轮能够加入我们这个维护海湾的作业因为我们在海湾的一个做潜水的活动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捡垃圾，所以其实在怎样能够有正确的一个水域活动的一个知识跟技术，以及怎么样在水里面呢碰到那些幽灵渔网或者是垃圾我们在活动的过程里面，除了我们欣赏海里的风景，然后来进行我们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抒压以外，其实我们在这边活动就必须要为这个区域做一点，要负一点责任所以必须要守护它。因此我们在打造一个水域活动，我们会常加入我们的所谓的新文化，就是必须要对为这个场地呢做一个负责所以在这一个部分，今年呢我们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我们有会预计要招40名有 open water 的资格的潜水员呢他来进阶的做这些水域活动的参与这个水域活动的安全宣导跟我们的一个维护的一个作业。那欢迎呢具有这些资格的民众男女都可以那在我们那个优秀的教练的一个指导下呢，相信对于水域安全活动的知识或者是所谓这个责任大家都有机会来扮演一个角色是这样子的。真的就是民众其实常常在我们的超近海湾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丰富的生态，那其中有一个要带大家来看看它非常的漂亮，但是它有毒，所以那时候它一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好惊艳哦。我们现在一块来看看这个海神海阔鱼现身在我们的保育区。它翻过来它会动哦，头肩带水面上出现小小一只，身上长着美丽蓝紫色花纹，它是大西洋海神海阔鱼，随着海浪拍打陆续被游客发现。是红色还是蓝色？透明透明，然后边边有什么？
蓝色。之前有看人家网络有是分享嘛，什么小琉球啊，或者是一些国外的影片或照片，他觉得它很漂亮。然后第一次就是在北部，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特别去关心，可是因为难得在北部有看到，然后今天刚好有空，就马上就跑过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哈，蓝白色的，我们叫做大西洋海参海阔鱼。那这种生物它都是随流而漂，那它在它出现的时候，通常还有另外三种生物也会出现，就是深帽水母、前臂水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紫螺。好，那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我们发觉这四种生物都有。大西洋海阔鱼是一种蓝白色的浮游生物，外形神似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双手仿佛长了鱼鳍，双腿是尾巴，主要分布在泛热带地区，会随着洋流和紫螺、真帽水母和前臂水母三种生物一起出现。海阔鱼喜欢吃真帽水母，会把水母的刺包储存在体内，代表它也有毒。伴随着这种前臂水母或是深帽水母，那深帽水母就我们知道的就是一个非常毒的一种水母，然后所以大西洋海参海阔鱼它吃的这种我们讲深帽水母之后，它会把它的刺细胞累积到它的身体里面，所以它本身自己就很毒。所以各位各位观众如果有机会在海边看到哈，你就欣赏就好，那不要去碰它哈。体长只有2到5公分左右的大西洋海阔鱼，它的毒液能够直接影响到神经系统、心脏和皮肤。海科馆提醒民众，如果在潮间带发现海神海阔鱼，千万不要触碰，以免被蜇伤。那在以前哈，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海科馆曾经试着要养它哈，可是那时候因为它的食物它就是只吃水母，我们找不到它的食物，所以我们养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就把它换回那个野外去了。这就是我们很丰富的潮景生态。我们要请教隶属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确哈，尤其在保育区哈被保护起来之后，它会有很多的生物。不过，就像我们刚才影片看的哈，那你看到哈，这个证据是很重要，你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生态之美，了解这个保育的重要性哈。啊，在此哈，我就推销一下哈。那海科馆最近我们有办一个叫做岛屿印象摄影比赛，那我们邀请全台湾的人哈啊，尤其是我们基隆的朋友哈。你有关你在保育区里面的水下的摄影的话，都欢迎你来投件。镜头下的海洋奇迹。对对对对啊，那因为往年我们都只有水下摄影，那就很可惜啊。那路上也有很多很精彩的啊，所以今年海科馆还特别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小岛屿的一个比赛，包含我们刚才我们施主任介绍的那么棒的一个特展哈，然后那个紫雕的那个特展哈，然后所以不论是参观海科馆的特展的照片，或是你在潮境公园，不论你在观察生态，或是整个园区的一个景象，你都可以投稿，然后投稿之后，我们的奖金很丰富哦，我们总共奖金总奖金大概有高达50000块，所以大家动作一定要快，尽量把你的照片 po 到我们那个网站上面，那你就有机会，你可能你就是得奖者。是，所以就欢迎大家一块来报名。那海科馆其实在暑假期间也推出了很棒的活动，像是海中最霸气，这是什么活动啊？对，因为海洋生物实在太多了，所以海科馆就试着我们用不同的主题来加深大家的印象。那譬如说海中最霸气，这个就是说父亲节8月8号就是父亲节，那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在海洋里面有哪些海洋生物它其实是非常有父爱，是爸爸负责的，爸爸养的。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出这个爸爸节的这个活动，那欢迎大家来现场闯关。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元节也快到了，对啊，礼拜天就开开门了。所以除了我们说有海神，海里面有神当然有鬼啦，什么魔鬼炮弹啊，魔鬼关刀啊，然后是有独角鱼啊，那种我们叫它鬼角，就是鬼王，还有幽灵鲨。那这些特别的生物的话，我们邀请大家在鬼月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下海洋生物有哪一些我们称为它跟鬼有关系的，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展示。不过透过这样的主题，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认识海洋生物，知道它的多样性，那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独特的地方，那都是靠需要我们去关心它们，未来去维护它们。
是，就是要关心维护，也呼应我们这一次的友爱城市嘛。而说到友爱这件事，其实志工占了很大的力量。我们要请教凤仪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乐龄志工他在这整个海科馆不可或缺的力量。好，谢谢小君哦。那我想，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乐龄学习中心，所以就要招募乐龄志工。那乐龄志工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开放的。那我们希望这群志工也是我们乐龄学习中心的成员。那坦白讲哦，我们现在其实以前常讲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但坦白讲，其实应该要讲老也有所用。所谓的用，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增进自己，让你55岁之后的这个年龄，其实能够再创造它的生命价值。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设立这个学习中心的一个目的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地老化、成功老化，甚至积极老化。从老化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习面对自己，然后呢，能够不断的学习，让自己能够成为另外一种的生命价值。然后呢，这个志工的部分一定是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以老服老，所以我们希望这群志工能够协助我们，帮助我们这群乐龄学习的那个长者，能够在课堂上面的一些学习，能够让他们更适合适应这个社会，然后更适应这个课程。所以呢，我们招募了这批志工，当然了，这些志工也未来也绝对会是我们乐龄中心最重要的成员。是，真的。最后一分钟，我们请三位主任、三位博士来跟大家呼吁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玩的活动，欢迎大家快来报名哦。我们先请隶属博士。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海科馆为你准备了一个快闪，叫做《潮境之声》，这是很棒的一个人声合唱团，来现场阿卡贝拉，所以欢迎大家来。好酷哦。然后施同伟博士。好，海湾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想要为这个舞台要尽一点心力的话，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水域活动独木舟浮潜，或是我们的一个水域安全活动的一个宣导，让欢迎那个具有 open water 的那个民众呢来参与这一个活动。是，最后我要请徐主任。好，那个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落伍了，我希望在那个电视前面的那个英法族的长者们，拿起你的手机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参加我们的乐龄学习中心。是，大家记得赶快来参加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位博士、三位主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我们从我们的乐龄学习中心为高龄者开辟的新天地，从创新中心跨越传统界限的崭新尝试，以及从北海岸的生态富裕工作到最后艺术与海洋的奇妙结合，海科馆都展现了作为现代博物馆的多元角色和社会责任。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有活动欢迎报名参加，我们下次见喽，拜拜。